Hello， 大家们好，我是电塔少女蜜柑。再一段时间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计划着要买第二副真无线耳机了呢？你们知道今年啊，智慧穿戴市场成长动力第一名是什么吗？就是真无线耳机。好了，我自己是比较少再买了，因为我每个月呢都有新玩具。现在呢，我手上的是铁三角家最新上市的 ATH SQ1TW 铁三角，哎，有没有很熟悉的品牌？他们家呢是从2018年底开始推出真无线耳机，但是我之前啊就只有摸过一副比较偏运动取向的铁三角真无线耳机，然后我本人又比较没有在运动，所以当时就比较没有留下印象。那当我听到我说我们会拿到一副铁三角今年最新上市的真无线耳机，我想说，哦，铁三角好赞，那它应该会跟我之前玩过的那副很像吧，就是圆圆黑黑的，然后外形会比较美一点，到时候呢我应该会着重在它的音质表现上面什么什么什么的。结果我收到新耳机的包装的时候，哦，打开来我的内心整个大尖叫，这就是我内心尖叫时候的样子。这是什么？原本以为会收到黑色的耳机，结果居然是一块草莓布朗尼，我觉得超级炸裂有质感的。铁三角内心的少女终于觉醒了。我想说我一直就是非常惊讶她居然长这么可爱，会不会有点失礼？但 SQ1TW 它真的是今年我看过所有真无线耳机当中设计我最喜欢的没有之一。我是说外形设计，大家不要走心，而且你们自己看它真的长得很可爱，总共有六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、蓝色、芥末黄、粉咖啡，还有干红，三个弯唱纯色走都会的简约，三个撞色走活力可爱风格。我自己最喜欢第一次见面的草莓布朗尼粉咖啡。机身呢跟盒装都是雾面的，不沾指纹，然后单颗的重量很轻，只有 5.2 克，戴上去很像装饰品。它佩戴的方式呢，我会建议你先横着进去，然后往上转一下，就这个尖端朝上或者朝前会比较舒服。盒装呢有附四种的尺寸耳塞，我觉得它戴起来很服帖又很小巧。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要戴真无线耳机的人啊。充电盒呢也全部都有做到配色，你看装在里面的排列方式也超可爱，我已经看这个画面几十次了吧，还是很喜欢。而且你们看它的配件线材啊也有相同的配色，对我这种外形好看就限一半的人来说，这种小细节超加分。接下来呢，我也会整理 SQ1TW 的四大特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音色。铁三角他们自己家就是品质保证嘛，然后他们家早期的特色啊，会是女读高音。不过比较近代的耳机呢，譬如说这一副 SQ1TW， 它就是走三频的均衡，也就是我们说比较万用然后不挑食的几种。第二呢，就是它有做快速配对 Fast Pair， 这个呢就是针对 Android 手机做的快速连线。原则上呢，你全新的耳机打开来戴起来，手机开启蓝牙配对，你的手机就会自动跳出配对的要求，你不需要长按耳机的任何按键或是一些难记的动作去做配对。之后呢，连线上只要耳机拿出来就会自动连到手机。第三呢，是它的操作很简单，它是触控式的，触控的范围呢就是下面这一块小方块，右耳按一下就会暂停，再按一次就继续播放。右耳呢按两下，下一首按三下，前一首。右耳长按两秒就会进入外部的声音模式，你就能够听到外面讲话的声音环境音。那左耳呢按一下变大声，左耳按两下变小声，左耳长按三秒就会开启低延迟的模式。这个低延迟的模式呢，就是它的第四个特色啦。像你平常可能在听音乐不用管延迟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，它会比较省电一点。可是如果你想要玩 in game 啊，或者是你在看影片的时候，你想要声音影像跟紧一点，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。那我自己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有差一咪咪，很微妙。如果我没有非常专心的在看那个最新的话，我不会发现。没有开低延迟的时候，声音影像会对不太上。不过如果有开的话，声音会跟得更紧，这个倒是真的。你看语言讲话，我都开到两倍速了，就算不开低延迟，我还是觉得算跟得上啊。但如果有开的话，就会跟得更准。
SQ1TW 的规格来了解一下。它里面呢是采用蓝牙 5.0， 所以它的配对很快速，也比较省电。续航力的话呢，如果搭配这个盒装的话，总共是 19.5 小时，也足够我大概两周充一次电啦。那里面的呢是一个 5.8mm 的小型驱动单元。你看它体积这么小，它发出来的低音超乎我的预期耶。虽然它的音讯规格啊只有 SBC， 不过我是直到看规格表才发现这件事情的。我认为它的聆听体验有符合它的售价台币3000元，而且它还有 IPX4 的防溅水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耳机设计了，外形真的超级可爱的。没有看 logo 之前啊，如果你跟我说这是铁三角，我觉得我大概会白眼你。不过有件事情要提醒你们，就是它的触控我觉得非常的灵敏，刚开始的时候呢手感需要多练习一下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，不确定可能是被我的头发就是摩擦到吧，然后它的音量就突然就冲到最大声。不过我已经戴了整整3个礼拜了，只有发生过一次这个状况，所以我在怀疑那个路口是不是有什么小精灵。真的是不管什么品牌的耳机，在那个路口都会给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。再来呢，我觉得它的使用很简单，没有多余的操作，连线很快很稳，一打开就可以自动连上，也可以单耳使用。那盒子呢，小小一颗的，直接丢包包。这几年啊，真的冒出了很多真无线耳机的新兴品牌在抢市场。我原本会很担心铁三角出新品的速度有可能不够快，但是铁三角呢，他们选择先把握好自己的品牌精神，对声音要好，对品质要稳，有所要求。所以这一副 SQ1TW 呢，也让我重新注意到这个大品牌。耳机真的超可爱的，快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哪个颜色。如果喜欢今天电塔少女影片的话呢，别忘记要订阅我们，给我影片一个 like， 还有打个小铃铛，才不错过接下来影片消息哦。拜拜。超级喜欢包色，包色哦。那我看我不出7个颜色，刚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哎呦，你也挑一副吧，姐姐送你。耶、yeah. 要买哪一个？全部都超可爱的。先买这个，再买这个，再换这个，再来是买它们。